他肯定是遇上什么事儿，要他不能不来。什么事儿啊？感情问题。不是你的原因，那是不是我的原因？也是我说了算。你们别吵了，不能。我什么都不知道。那你倒是告诉我呀！你不问了？他问什么呀？他一直就这么任性，我再管他的事儿，我就不姓于。你不用都憋在心里自己扛着，好吗？小峰，我想问你个问题。你说，你是因为我才喜欢上刘琦？是余亮，你和余亮对我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再哭，再哭，再时光，这是1997年你给我的一块表。现在把它还给你，就当那是一段从未有过的时光。不想在你身上再浪费一分一秒。回去吧，你再来打扰他了。我连见都不想见你，趁我明白你还回来干什么。月志，刚才那个是余亮吗？他怎么跟你在一块儿啊？他每天都回来陪我练琴。哎呀，行了行了行了啊，下棋的时候走神，就是一心思。看见他我就来气，我看见你啊，我觉得你还是挺在乎他的。我，你是不是惹人家生气啊？你都说出你叹几口气败我了是吧？我快崩溃了好吗？你再说一次。都高高兴兴的，我跟你说啊，有时候表面高兴不是真的。哪有的？说吧。但是你必须和我说实话。问你的问题，你什么时候回答我？我多关心你，难道不会理你？你怎么来了？如果我叫你一声余老师，你可不可以继续陪我练琴？兄弟，我就得教你，一定紧紧抱住他，跟他说。你是我的唯一，一定要深情款款一点。你买本书，那本书就是《初挺在乎我的吧？行行行行。